So tell me, you guys, how's the weather over there?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How's the weather with you? We're keeping an eye on the situation.试试看，你一定要支持我。那用得着，来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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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Quick, get him into the car! Just do it! I'm in charge here. You mean it, Shinzo? Oh, shit!在整个演习过程中，只看到你们进攻，不重防守，连最后救人的方法也是自以为是，不择手段。你们这种作风，跟那些杀手有什么分别？你看，I'm in charge here， 你没得选择，他不能上车。你用枪指着他的头，还给记者拍了照。你是在保护客人，还是在绑架客人？ 你知道这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舆论和压力？你说，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教你的东西记在心里？有，我记得市长你第一课就跟我们讲，身为中南海保镖，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当事人的生命安全。我可以死，但不可以错。 你应该明白，当保镖是一次错误都不允许犯的。但是你用那么极端危险的方法执行任务，就是达到目的，也不可以算是对。谢谢师长教导。听说一号首长即将南巡，不知我有没有份参加呢？<笑>你是我们最优秀的战士，怎么能少得了你的份呢？不过在接受南巡之前， 你要先到香港执行一个任务。香港？嗯。什么任务？前面那个是香港大丰集团的主席宋世昌，他一家三代都对祖国有很大的贡献。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保护他女朋友的安全。1994年5月27日下午3点钟左右，清水湾游艇俱乐部发生一宗凶杀案。 死者是38岁的加凡业的会计廖敬超，疑凶是上市公司易辉集团主席赵国明。香港警方相信，杀人动机跟廉政公署正在调查中该集团一宗涉及上百亿港币内幕交易案有关。首先报案的目击者是24岁的小学教师杨倩儿。
同案还有另外两位目击证人，分别是28岁的水手陈达强，以及51岁的俱乐部警卫朱东明。案发后两天，第二目击证人陈达强在乘坐该所大厦电梯的时候发生意外身亡。同日黄昏的时候，第三目击证人朱东明也被不明来历的炸弹炸死。6月1日晚上，杨倩儿在浴所沐浴之前，及时发觉浴缸的水被通了高压电流，也因而逃过了这场意外。现在，杨倩儿已经成为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请坐。杨小姐，这位正是梁建坡警官，这次的认人手续由他主持。我认定你了。干什么？哎，你不要走开，我去下注。哎，刚才听收音机说，下一场8号新自治总会议，帮我下1000块。哎，我认为非洲战士比较棒。不要下什么非洲战士，新自治总会议。哼，我不相信你，我信我自己。杨姐，请喝茶。谢谢。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肯出来作证真是太少了。我所做的事，是我认为自己该做的。哼，有个性。杨小姐，请你认认。杨小姐，我有个建议，你虽然是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但是在法律上，如果你认不出嫌犯，就与本案无关。李律师，宋先生请你来帮我的，如果你害怕，你可以回去了。对呀，你要是怕，你先走好了，有我在就行了。你少插嘴。哎，我们要开始认人了。2号那个，我肯定是他。杨小姐，此地不比美国，这一时不值钱的。你以为另外两个证人真的是意外死亡？其实90%是那个赵国民干的，只是没证据而已。你了解这个人，惹不起。哎，米轩，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了？听说你最近有很多麻烦，凡事要小心一点。谢谢，您太操心了。那我们就再见了。我要告你故意袭击警务人员。哎，啊，要玩真的，不关心蛋你了。你，阿诺。来啊，嘿，嘿，嗯，怎么样？那只马跑第一，非洲战士。哎呦，那你不是削翻了？你不是说要信自己？谁叫你不相信你自己嘛？他的名字叫许正阳，是中南海的保镖，很了不起。哎，要有钱都请不到的。那有他就行了，就不用回来了。我要的不是保镖。我要的是你。别闹了，米歇尔，你刚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平常工作很忙啊，我现在还有很多合约等着签呢，一天给我24小时都不够用啊。好，那不耽误你时间，分手算了。喂喂喂喂喂，讨厌，我说分手也没叫你挂电话。这个女孩从国外回来，又住这么大房子，一定很有钱。胖哥，嗯，听说她男朋友给她请了个中南海保镖来保护她。哎，笨蛋呐，她来了，我们带她到中国城去玩一下，就可以平平稳稳度过九七了。管她什么九七九八，只要把这人好好看好，其他的就没有我们两个的事了。哇塞，提早接收了。梁警官，这位同志说要来接收，叫我们不用害怕。同志，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不必客气，许正阳，国务院警务处。那我再请教一下，在你们国内有没有什么商务、公务、特务的？你怎么称呼？香港皇家警察梁建波警官，你叫我梁帮就可以了。你的证件？什么？你要看我的证件？麻烦你。啊，那你为什么不把证件先给我看一下？那我的证件要不要给他看啊？这是高级长官谈话，你小喽啰站在一边去。不用给他看了，让开。你是许先生是吧？嗯，我是宋先生代表律师 David。你好，请跟我来。啊，这里有50万，是宋先生给你的。他说这笔钱你可以随便用，你点一下。哦，不用了。那麻烦你在这签个字。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还要分彼此？你不要急嘛，人家是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是为英国属地的公民服务，另外还要加上挂号海外。徐先生，我先走了。这位律师，那位先生有没有交代你给我们什么？有啊。什么东西？他说谢谢你们了。你跟他说不用客气了啊。你，哎呦，这样露出来多难看呢、啊、去吃东西去。好。没问人家就随便乱动，你当这是你自己的家？这是我的工作，请你跟我合作。为什么要合作？我又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你叫杨倩儿，身高165公分，体重48公斤，血型 O 型，生肖属狗，星座是处女座。 OK， 你说是宋先生请你来的，可是我并没有说要接受。不是宋先生请我来的，是中央派我来的。你不介意我坦白吧？我很不喜欢你，尤其是你身上那套制服。跑车！怎么回事？原来贾公安，我错哟！怎么回事？不要动！看看是你的身手快，还是我的子弹快？我是梁胖，这么快你就不认识我了？哇塞，好棒哦！跟你讲过几次了，罐头放微波炉会爆炸，这万一房子烧起来怎么办？阿姨，你怎么了？杨小姐，你没事吧？干什么？他们是来保护我的。你的枪没子弹。啊？我的枪没子弹？我枪不是没子弹，是没装子弹。哦，你把子弹拿出来玩了是不是？我只不过拿出来看看而已，谁想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哦。哎呀，子弹怎么能够这样随便乱玩呢 ？Sorry。小姐，喝杯水。啊，谢谢，好姐。不能喝。那杯水没化验过，可能有毒。从现在开始，你的饮食起居我都要负责。什么事都要问你啊？是。神经。我打电话给 James。好，梁警官，这屋子到底有多少人？就是这么些人嘛，我数给你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对了，我忘了数我自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谢谢，谢谢。七个，谢谢。八个，九个，谢谢。十个，谢谢。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手上这些钱就是你们的遣散费了啊。没关系，你做主就好了。什么我做主啊？是他做主。啊，哎，大哥，有好处找我吗？是要有好处啊，我自己想办法捞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同志，这屋子里面的人都给你解放了。啊，我知道，你们解放军习惯成自然。多一个人在杨小姐身边，就多一份顾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是好心，我才要提醒你啊。毛伯伯说过，人多好办事啊。我现在慎重地警告你。我是专业警官，不是像那些三脚猫一样。我再次的严重警告你，在没有人看到真相，我真的会。兄弟，慢慢说嘛。你们几个尽量不要太接近杨小姐。兄弟。看到没有？这样才叫做 professional 耶。你说什么？这样子就叫 professional？ 小鬼，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 professional？ 六枪全中，你为什么不倒下来啊？没装子弹怎么倒啊？杨二姐，这是我私人地方，你不能进来。对我来说，你的房间是我工作的地方。我说不开就不开。这门锁要换了，你赶快出去啊，要不然我要报警了。我在这里的任务已经通知过香港警方。什么？你杨小姐，请不要随便站到窗口，以免造成攻击的目标。你到底想怎么样？那边也要加上百叶窗，还有不要随便开台灯，以免造成明显的影子。我现在告诉你，我要换衣服，请你立刻出去。我说完就走。
我在赶时间啊，你再不出去我告你侵犯人权了。热水器也要换了，换成用电的。喂，我现在要洗澡，请你出去。哎，你拿我东西干嘛？到哪去啊？你把东西放下。哎，我要洗澡。哎，从非洲来的。暂时用这个洗。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跟我道歉。干嘛？这是监视我还是保护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只想100%保障你的安全，绝对不可以出错。我问你，你会在邓小平的厕所里装闭路电视吗？在大陆有300多个像我这样的人保护首长，在香港只有我一个。装好了。你把这个警报器24小时放身上，有事就按一下。看到没有？真看不出来。人家常常看扁我，认为我没什么功夫，其实我才不像人家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表露出来。哼！哇，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哎！高手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他才差呢，那个靶一动就扔不中靶，扔中了墙。你看看人家走起路来啊都比你帅哎。帅什么帅，像只螃蟹脚都合不起来。去。哎，同志，你知道我是米穴的化身，你交功夫要多少钱啊？100块够不够？哇塞，高档货。哎，同志，我们再聊聊嘛。你知道这是快脑旋风第六代，你认识吧？如果把它卖出去的话，可以值不少钱啊。哎，同志，我们再聊聊嘛。哎，同志，哇，真是酷呆了。喂，我马上出来。你干嘛坐我车上？是你那个专业保镖叫我坐了车上来的，有事你问他。哎，又是那个非洲来的。又是那个非洲来的。开起来就不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先把他们给甩了。说甩就甩掉。梁建波组长，你走错路了。你从清水湾道转入将军澳隧道，这样我们可以节省0.7公里的路。哇塞，太厉害了。我想兜个圈子，转个运而已嘛。不要
要怪我没提醒你们，有部摩托车跟在你们后面。胖叔，你小心一点，现在摩托车跟着你。你跟着我干什么？杨小姐不在我车上。你开的是 Andy 的车啊，杀手是认车不认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身经百战。我的手发抖，我车子打滑了。打滑？你敢说你的车打滑？我的手打滑怎么办？不要啊，大哥。快把车开走。好，开始了。1, 2, 3, 4, 5, 6, 7, 8, 9, 10. 你刚才不要开那么快嘛，有我在有什么好怕的？保镖是用来保护当事人，不是用来处理那些交通意外的。你以为这有什么惊天大阴谋啊？这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出去人家会笑死。警察抓不到贼还可以当警察，可是保镖失职一次都不可以。1, 2, 3，马上给我找校长来。3, 7。许先生，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我想为我的当事人。他现在简直把我当成犯人一样，不但把我关起来，还自作主张地帮我请了两个礼拜的假。我说要出去洗头，他就把设计师约到家里来；我说要去 Half Club， 他就出去买了一瓶菌回来。还有个问题，小 Billy 他难道不用上学吗？你叫我怎么去跟我老姐交代嘛？哎，你不要生气嘛，让我来跟他说。贝多芬，电话。喂，徐先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对米歇尔呢。我只是执行任务而已，为了完全保障杨小姐的安全，我只好尽量缩小她的活动范围，时间不会太久，再过一个礼拜杨小姐就可以出庭作证了。宋先生，保护杨小姐不是好差事，如果你要我离开的话，我会非常乐意。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你，不过麻烦你帮我一个忙，迁就她一点。不管保护首长还是杨小姐，我都用同样的一种方法。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麻烦你把电话给米歇尔。杨小姐，一线。怎么样，他走不走？我骂了他，他也知道错了。对了，米歇尔，你也迁就他一点吧。如果你现在把他赶回北京的话，那他就惨了，他的上司一定会责怪他的。 OK， 我原谅他。哎，你是不是明天就要回来了？不行啊，又说话不算数。你不要生气嘛，我看这样子好了，我买样东西补偿你。你要什么？哎，你不要每次都拿钱来解决问题，我已经一屋子都是你的礼物了。哦，有样东西我还没买来送给你。我送你一栋房子好了。宋世昌，我警告你，不要再用钱来砸我。Thank you.
慢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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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哎
第一次买马，第一次中这么多奖金。那我以前叫你买马的钱你都 A 了。是啊是啊。你连我的钱你都 A。 哎，我这是不得已嘛，你知道我有儿子要养，还要付赡养费，我怎么负担得起呢？天哪，死胖子，你没钱养你儿子，为什么 A 我的钱养你儿子呢？早知道把钱都提出来，全部买六号的话，中的奖金啊，所有难关都过了。可以呀、啊。你在美国找个好的学校给他读，在美国很多很烂的学校，钱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哎呀，早知道就去买六号了。你说没事，那就没事。老板，他身边有个中南海保镖，我们很难下手。你有没有搞错啊？难道要我自己动手吗？你不用担心，我们有计划。过两天我就要出庭了，我不想见到任何证人。小鬼，世界杯踢完了还踢什么球啊？男子汉大丈夫啊，要玩就玩这个，你看跟我这把真枪一模一样的，送给你。那我不踢球了。重要的事情，那我陪你去好了。好啊。还有一天都不能等，你这样出去，万一发生什么事，我就变成第一个失职的中南海保镖了。你这么凶干嘛？我现在出去是为了救我的朋友，我朋友因为失恋现在想要自杀了，难道说我应该见死不救吗？你说，穿这身衣服去救人，我看你根本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 屋里的每一通电话我都监听过了。你给我搞清楚啊，在香港是有人权有法律的地方，你尊重一下人家的隐私行不行啊？从小到大没有人敢干涉我的自由，包括我男朋友在内。这样就可以不管别人了吗？杨小姐，别以为你有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就一定要别人来迁就你。你给我站住！我男朋友有钱那是他的事，我是我，我是杨倩儿。如果杨倩儿不是有钱人的女人，会有这么多人保护你？什么？你说什么？这是事实。杨姐这么漂亮，找个有钱的男朋友是应该的，要不然找个穷光蛋。你给我走开！我警告你，以后不准再说我漂亮。我长得漂亮又不是我自己选的，我只不过喜欢上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难道说这也有罪吗？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这样看我？我喜欢他又不是因为他有钱，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杨姐，我相信你。我
杨小姐，待会送你去法院之后，我就直接搭火车先回去了。哦，谢谢你这几天的合作，有机会再见。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聊了，再聊就来不及了。走，快点啊！啊，走，走走走，嘿嘿，我们赶着去出庭啊！哎，来，哇，你像个幽灵一样无所不在啊！赵国民刚刚进了医院，他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申请，将这个案子延后一个月才开庭。我的妈呀！我快要死了 ，James。我看现在的情形，起码要多留一个月。我快要爆炸了！我现在该怎么做？一定要换掉他，换掉他！南巡任务怎么办呢？我不听，我什么都不要听，我要出去玩，我现在就要出去玩。去玩吧，去玩个够！哇，在家里闷那么久，今天好像出狱一样。嗯，我要尽情的买衣服，我要尽情的玩，我要去打电动。我去帮你们买东西吃，你们不等我啊？嗯，谢谢。哎呦，他不是那个保镖。哎，丽玲，过来一下。嗯，坐。你看这个包包好漂亮哦。杨姐，这里这么多人，实在不应该来。我想，反正有你们保护我啊。说的也对，如果有什么事啊，以我们香港皇家警察的精英保护你啊，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谁？不是前面呐，是在上面呐。我早就知道是从上面来的。嗯，连这也要变。变什么？我现在去打电动，待会我们在大门口见啊。好，自己小心点啊。好。我也去打电动啊，杨小姐交给你。没问题，胖哥，这里交给我好了。杨姐，人太多了，我们先不要进去。别动！丽丽，你要去哪里啊？关你什么事啊？啊，现在还玩水枪，你真是老土啊！我有真枪，只是没有拿出来而已。真的有吗？杨姐，电梯来了，我们进去吧。杨姐，很少有机会我们两个能单独在一起。是一场七，七场一，每一注啊给我下200。哎呀，不对呀，你搞错了，是一场七，七场一，不是七场一，一场七。哎呀，你搞不清楚，我再说一次给你听吧，一场七，七场一。你干什么？你太不小心了，枪掉地上都不知道。啊，谢谢你啊，不好意思，刚错怪你了，谢谢你啊。看了，开始跑了。电梯来了。哎，见识一下点38的警察用的哦。真的是点38的。你小吹牛了，警察的枪你会拿得到才怪。哎，我试一下就知道了，别动。哎，这个是真枪，里面装有子弹的。不要装了，装的还挺像的。不要，不要。哎呦，好可怕，我好怕，你开枪射我呀，射我呀。不要，不要开枪啊。我好怕啊，那我就试开枪。哎，不开枪射你啊。不要，不要开枪啊。枪我怎么枪？关你屁事！把枪还我，一枪打死你！
找了杰米还真难呢。这里交给你了，千万别引起骚乱。是。走。尽量走到人多的地方，找些个子高的人挡着你。不要啊！不要开枪，是真的。只要试就可以知道了。香港皇家警察也能进见。放手，警长！这个时候你还玩？小姐，走！茂叔，你不要吓我！上次枪不要
要再玩了，好在我这次穿了防弹衣啊。老师，你痛不痛啊？好痛啊！哎，让我休息一下。可是你还在流血。对不起，不是一个男人应该说的。我有个朋友，他叫尔东，那年他8岁，比你现在还小。他在少林寺很得师傅的喜爱，每次他触犯戒条，师傅都会为他向住持求情，而每次他都只说一句对不起就没事。虽然师傅每次都叫他改，可是他每次都不听，因为他知道就算犯了滔天大罪，师父都会保护他。直到有一次，他跑进了藏经阁玩灯笼，把经书给烧着了，火势很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就跑出了少林寺，可是心里越来越不舒服。当时在他面前有两条路给他选，一就是一走了之，一辈子逃避，二就是回去认错，就算被师父打死也都无所谓。于是他跑回少林寺，他很想跟师父说一句对不起，可惜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说这句话，因为师父已经被火给烧死。从此以后，二东再也不说对不起。我是教书的，都没你这么会教。你就是二东。徐先生，我说完这一次以后就不再说了，对不起。先生，你不能拿那个尸体啊！不行，你快过来！这些钱变作安家费。没事吧？没事。好弟弟，从现在开始
我敢对天发誓，绝对不让任何人再向你开枪。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们那么多人，连个女人都干不掉，搞得我们老板要装病，还要延期开庭。他现在很不满意，我再问你一句，你弟弟现在死了，你是不是就……不要再跟我提钱，你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我小弟的命。我收了你的钱，就一定会把你搞定。记住，再不把钱交齐的话，我连你老板一起杀。感觉伤口很奇怪，也不像三角错，小小一个洞怎么会让伤者在短时间内失血过多而死？这究竟是什么武器造成的？他们是给中国特种部队惯用的刺刀杀死的，刺刀上面有三条沟，是用来放血的。哦，法医，谢谢你。哎，不客气。杀了那么多人，就为那么一具尸体，到底是为什么？我看这件事情还没完呢。嗯，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保镖，了不起啊！对了。你手怎么样了？嗯，没什么，自己不小心嘛。百货商场那件事还真谢谢你啊。不客气。赵先生，我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如果你不回答的话，我控告你。我当事人有权不回答你。如果你再说话恐吓我的当事人，我随时都可以告你。你跟我耍这一套，老子陪你玩到底。有没有收到我传真的照片？我怀疑他是个退伍军人，帮我查查他的资料，谢谢。中国人民解放军33军17旅，年纪27岁，身高172公分，遗失的尸体就是他弟弟。嗯，哇，你确定是他弟弟？你们消停这么快啊？来来来，吃点宵夜。怎么样，查出来没有？为了你，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爬这么高很危险的，那你保护我的时候不是更危险？这是我的职责吗？哎，你不要老是把我看成一个受保护的动物吗？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你的朋友啊。哎，你们每个做保镖的是不是都这么酷啊？嗯，你为什么要做保镖呢？不做保镖我还能做什么呢？是你太谦虚了。哎，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啊？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你以前功课好不好？国家机密。哦，那我企图试探国家机密，是不是要坐牢啊？啊！小心！谢谢你。你扶着我，慢慢下去。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你一定会跟我说没有。我看，我当女朋友好了。我跟你开玩笑的啦，其实你也不太适合我。嗯？干什么？是他。怎么会这样？他用电波干扰我。保护杨小姐。
下次我要受你的事。哇，好重哦，这块是什么玻璃啊？防弹玻璃，什么子弹都打不进来了。是不是什么子弹都可以啊？当然了。哇，真的是挺结实的。老乔啊，给我根大的。好。被你搞得我都紧张起来了，真的有这么严重？杀手把我们摸得一清二楚，房子有多少人，怎么部署，他全部知道。我已经叫阿强加紧防守了。哎，胖子，别让杨小姐知道，让她开开心心过完生日。那是不是要给她摆个一百桌庆祝？谢谢你。店送衣服过来，我特地订了套男装，来看看喜不喜欢，送给你。嗯，喂，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换保镖啊？你先等一下啊。阿正，你是不是赶着要回北京？ James 说你可以调别人过来做，过一阵子看看怎么样再说好了，拜拜。晚安。哎，你睡吧。晚安。弄得好有创意哦！如果能有一束玫瑰花，那就更完美了。Andy 每年都会收到玫瑰花哦。如果花摘下来的话，就没有生命了，跟死尸有什么两样？过生日怎么说这种话了？来来来，许个愿。好。Happy birthday， 送给你。谢谢。我看你会回送一朵给我吧。全送给你也没关系 ，Andy 现在不喜欢死尸了。胡说八道什么？花给我，我帮你插起来。不要动，先生。干什么？宋先生要我送花来的。送花？宋先生叫你送来的？谢谢啊，刚才没吓着你吧？宋先生送来的，来，交给我。还不是下年，看到人家这么多花还不赶快消失，关你什么事啊？喂。 Happy birthday， 谢谢你的花。有没有时间让我请你吃顿饭呢？吃饭啊？不用了，你这么忙，你忙你生意要紧。我从北京回来专程请你吃饭的，我现在就在外面。什么？外面？哎，你可不要骗我啊。打开窗帘看看不就知道了吗？Hello， James， 赶快换件衣服，我在车上等你。好啊好啊，我换件衣服马上就下来，你等我啊。李子松，宋先生，你什么时候订的位子？昨天。
还有没有人知道杨小姐在这儿吃饭？你连我都不相信。哦，不是，阿战是想估计一下那些人会不会对我不利啊。你还蛮了解他的吧。Cheers。 宋先生，先不要喝，麻烦你先喝。 Me? Are you sure? Yes. Certainly. 宋先生可以喝了。你办事挺细心的啊。是啊，他不管办什么事情啊都好细心，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当然从没有出错过，万一出一次错，以后他们就不能当保镖了。连你都成了专家了哈。Madam. Thank you. 怎么样，想吃点什么？唉，不晓吃什么才好。米歇尔，你喜欢吃什么？米歇尔，米歇尔，哦，没关系，你拿主意好了。学生乖不乖啊？啊，是啊，颜色也很不错啊。你在说什么？没什么，我想去一下洗手间。杨二姐，谢谢。啊！杨姐，啊，怎么了？他摔跤了，来扶一下。Your boyfriend is a real gentleman. Thank you.这么久还没吃完， Andy 是不是生气走了？ Billy， 你在胡说些什么？哦，没有，我没有说什么。 Billy 他也是刚到而已。米歇尔，晚上我就要坐飞机回北京了，待会儿不能送你回去。不用了，我要到下个星期才会回来。好啊。米歇尔，下个星期出庭过后，你的工作就算完成了。谢谢你帮我照顾米歇尔这么久。不客气，这是我该做的。
去啊？监视器坏了，我出去修理。送给你。谢谢你。来，我帮你带上。这是自动表，以后不用每天上发条。哇，跟你好配啊。谢谢你了。晚安。晚安。你觉得香港有没有什么值得让你留恋的？我想没有了。我想也是。晚安。晚安。觉得我太直接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看不出来你挺能吃的。我的肚子有点饿。哼，你不是肚子饿，你是烦恼而已。跟我一样啊，我一有烦恼就猛抽烟。你有很多烦恼。一辈子的儿女债，儿子长大了想到美国念书开个眼界，害得我连内裤都当了，才够他买一张机票钱呢。连朋友买马下注的钱都给他了，还说不够。听说大陆有很多门路赚钱的，有机会关照我一下。你不想当警察了？哎呀，只有那么一点薪水够什么用啊？当初为什么要做？
年轻人爱现嘛，以为带把枪很神气。其实我也神气过，有次有家银行被人家抢劫，我一支枪抓了十几个人，连警察局都被震撼了，还叫我天才呢。那个时候你一定很潇洒。潇洒，很潇洒，简直像你现在这么潇洒。我老婆就这样被我骗到手的，来给你看看啊，水平很高哦。你老婆一定很多人追啊。是啊，不过我也知道她很喜欢我，都是我自己不好，一辈子吊儿郎当的，跟我结婚九年了，什么时候生日我都不知道，生小孩我也不在她身边。哼，嗯，有一次啊，她跟我说，说有一个有钱做生意的人啊，要想追她，哼，我以为是唬我的，所以我跟不甩她。我对她说，我知道我不适合你，干我们这一行的，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自己想清楚，我是无所谓啊。哼，嗯，胡说八道没一句是对的。我想女孩子是希望人家哄。嗯，这句话说对了，不过我比你差劲，我学你一样只会装酷，那就完了。哎，嘴巴硬是没有用的，内心痛苦得很呢。哎，老弟，不要说我不提醒你，过了这个村呢就没那个店了。好功夫是没有用的，感情这种事啊，功夫再好挡也挡不住啊。遇到了这玩意儿，男人就死定了，不然怎么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呢？不过你可好啊，死也值得，捡到个宝，不但是有钱，身材脸蛋还可以参加选美的。啊，趁着现在没人在，赶快承认，不吭声就表示承认喽。我保护证人是不可以分心的，工作就是工作，不可以有私人感情。哼，保镖，保镖不是人啊，我要死要面子了，再要下去的还让自己痛苦啊。那哎，看到没有，他在抠你。不是，是抠击失灵。哼，抠击失灵是小事情啊，如果让那个美人鱼游出大海就是大事情了，兄弟。是我见过开枪开得最快的人，可惜你已经打完了。Yeah!
哥，这里有点钱，明天你帮我买第八场非洲战士。我每次都骗你，每次都污你的钱，你还相信我？我这次是输定了，这些钱你拿去给你儿子念书吧。我一定还给你，我一定还。阿强，杨小姐，你真的好漂亮，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签个名？阿强，阿强，阿强，我一定要替你报仇。现在整个屋子都是煤气，门我已经锁了，床也是防弹，只要一点火花，我们就会同归于尽。果然是有备而战，难道你不怕死吗？我的工作就是面对死亡。哼，用不着唬我了，我打过越战，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各位兄弟，我们一起开枪，一起干掉他，好不好？你们怕死吗？我的兄弟不怕死，所以我也不应该怕死。只有你有兄弟，我也有啊。我的弟弟就是被他杀的。许正阳，你想一起死吗？好啊，我们就一起下去见我的弟弟。大哥，不要啊，不要啊。大哥，阿强不好啊。我是最好的军人，天性就是进攻，置人于死地。你是最好的保镖，只会懂得防守。不过今天
我们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去。气了吧。
位。啊！哎！没事，你放了我女朋友，他们给你多少钱，我赵叔多给你两倍。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啊？你给我走开！我叫你走开！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是他，他在我弟弟身上射了七颗子弹，我现在也要在他身上射回七颗子弹，让你不能当保镖。只要你不开枪，任何代价我都愿意出。你少废话，这一枪我一定要开。你不是很有钱吗？你一定有办法找个人来挡他的子弹了。干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挡子弹，是不是？啊！我，你们都怕死啊？啊！你有种啊！你还真有勇气啊！米歇尔，你连死都不怕啊？还没有完呢，阿江不要，还有六颗子弹，不要，建国，我现在就找他来陪你。这是许振阳的枪，请点收。James， 快点，快点啊！宋先生，我敢去挡子弹是经过无数次的训练。你当时避开那个子弹是正常人的反应，所以你不必内疚。这是许同志。交给梁建波先生。我只是想要见他一面而已。女人是需要多花点时间陪的。在我不说而又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拿这些钱让你儿子到国外念书吧。这个小伙怎么给我这么多钱？阿江，阿江，哎，不能过去。阿江，我有通行证，您赶紧过去。
麻烦你通融一下，让我过去一下好不好？阿正，他走掉了，这是他留给你的。Thank you.